即嘛是讲爱确定咱工作也也一个，那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？就是最主要也是展示要展示，对对。为了了解仓库的现况，铁路达人从一阵同伴共同来到营运中的现场勘察。因为一级火车站的游客数量多，专家建议上好爱有在地文化的展现，才会当引起游客的兴趣。像吉吉线，它的在日据时代它从鼻子头、爱寮一直到水里坑到外车城，它的这些旧地名的一些文化。哦，某些人在手边都还有一些收藏，比如说这些外车城的火车票啦，鼻子头的火车票啦，这些相关的一些以前吉吉线的一些旧的文化，哦，再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在那边呈现。吉吉电工所表示，希望借由专家的宝贵建议，和八月份都将要转型的仓库，会当为观光小镇带来更加多创意和发展，和吉吉电的观光会当更加有看头。我们想说，如果有一些新的元素来取代旧的这些东西的话，那可能游客来到吉吉的那个医院啊，可能就会一直在更新啊。所以甚至啊，他们看到这些东西，可以透过脸书啦、俄语啦，让更多游客啊可以喜爱到这样的一个点哦。所以我们会朝那个比较长远的、长期的、可远可久的那个计划来做。对于博物馆未来的营运，铁路达人也建议积极定工作，最重要的就是现场人员的训练，有好的服务品质，加上免费的参观，才能让大家更加有意愿来亲历了解积极线铁路的发展历史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